比起林青霞，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非东方不败莫属。在《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她的扮相最为惊艳，风头也超过了当时的李连杰。其实除了东方不败，林青霞的其他男装扮相也非常亮眼，穿上男装举手投足间的英气让女生为之倾倒，换回女装让无数男人为之着迷。这种可以在男人和女人之间随意切换并气质符合，主要靠的是什么呢？公众号娱乐天堂揭晓了答案，原因就是他脸上的一种特质，双下巴。这种典型的男性特质在如今整容成风韩流盛行的中国男演员身上非常罕见，黄晓明就是双下巴的代表。这个双下巴为他的颜值加分不少，也摒弃了奶油小生的味道。正是这一点不易察觉的男性特征，才让林青霞的男装扮相更容易让人接受。她的美不是锥子脸的妖艳，而是散发着一股从容的英气，而那双灵动的眼睛又让她的气质不会显得太刚硬，真正做到了男装女装都适合的境地。